天到晚的忙着陪男人喝酒吃饭，你这样对得起王静，对得起妞妞吗？妈，我都说了，他只是一个朋友。男女之间没有什么朋友，何况还是一小白脸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呦，妈，他是帮我找到小宝的恩人，今天是小宝请我俩一起吃饭。小宝，你弟弟？啊，那你弟弟呢？他去有事儿。妈，你们回来了？妞妞呢？找着了吗？妞妞找到了，在你哥那儿呢。那就好，行，我给你们倒水去啊。你无心，不等于他无意。喂，小宝啊，我青江。刚才我去你姐她家了，碰见她婆婆了，她婆婆好像误会我了，你帮我解释一下吧。好吧，好嘞，拜拜。嗯，做媳妇的就得有个做媳妇的样子，咱们王家的女人走出去可不能让别人指指点点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要是她以后再找你吃饭啊什么的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喂喂，姐。哦，燕儿姐，那个我听说妞妞找不着了。找不着了，在我哥那儿呢。男人找你总是有目的的，可是你要记住，你是王静的妻子，以后他再打电话找你的话，你千万不能接。你跟他一起出去吃饭，一起回来，这是我看见了，我没什么啊。要是让王静看见了呢？啊，你让王静怎么想？哎呀妈，你小点声，我都听不见了。哎，燕姐，你阿姨那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嫂子在外面跟人吃了饭，我妈生气了。你这样，你我跟阿姨说，你让阿姨跟我说。哦，妈，嗯。哎哎，阿姨，是这么回事，那个男的是我的朋友，我托他送我姐回家的。啊，我可能是误会了。所以呢，你就别再说我姐了，好吧？好。也可能是我多想了，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。我知道了。妞妞。妈，我回来了。王静孩子回来了。妞妞，怎么样啊他？睡了呀？睡了。你今天怎么跟妞妞在一起啊？不是你让姚倩倩去接的孩子吗？可她说没有时间呀。哦，姚倩倩说她怕孩子出事儿，所以会都没开就去接妞妞了。结果接到妞妞之后再给你打电话就死活打不通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改天要好好谢谢倩倩。对了，静怡，今天不是你跟弟弟吃饭吗？怎么是别人送的你回家呀？小宝不是有事先走了吗？那个朋友的车又坏了，路上又堵车，就耽误点时间。哦，老公，你可别多想啊。我是相信你的，可是老妈的性格你有了解，他难免会多想的嘛，所以以后这样的事情还是别做了。知道了，老公，以后我会更加信任你的。我现在才知道被误解的感觉有多难受了。老公，
后天就是我们结婚纪念日了，你想好怎么过了吗？嗯，我想想，反正肯定会给你个惊喜的。那好吧。这个地段是个黄金地段，依山傍水，环境特别的好，而且交通还便利，什么医院呀、学校，什么设施都有。咱们如果再投了这个项目，挣的钱会是现在的好几倍。最关键的是，咱们路就宽了，那过两年，世界五百强了。小宝啊，你也知道，爸爸一直是做服装过来的。俗话说这个隔行如隔山，投资房地产。您老说大的集团就得多方面发展，对吧？这您说的。咱们干这个虽然说不像服装稳定，但是服装挣钱也少啊。您看看那上面写的回报率35%，那不比咱们做服装存银行的挣得多得多啊。爸，我做董事长好多人都不服气，我也知道，因为他们觉得我做服装是个外行，但是做房地产不一样，我研究了好长时间了。真的，再说了，这不是还有您呢吗？有您把着还怕什么？嗯，也不是说就不行啊。这样吧，我在董事会上提出来，听听大伙的意见。您要同意咱就别董事会了，那多正式啊。我一想法，咱们搞一个管理层之间的酒会，一来呢联络联络感情，二来咱们把这事儿跟酒会上一说，那多好。还是要低调，小宝。我这不刚开始吗？不得拉拢拉拢人心呢。您老说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您还怀疑您儿子？行，我不怀疑，支持。谢谢爸。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妈妈给你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。妈妈，妈妈是爸爸。让你喝水喝了吗？喝了。喂，老公。我还以为你忘了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呢。谁能保证这么多年你没有看腻我呀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马上就回去了。好，早点回来吧。嗯。爸爸，什么是结婹周年啊？就是6年前的今天，爸爸跟妈妈结婚了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啊？等你长得跟妈妈一样高的时候就可以结婚了。喝酒了吧？我像喝酒的样子吗？爸爸回来吗？
好喜欢你，阿姨好爱你啊，爸爸阿姨，爸爸阿姨，你弄疼我了，你放开，爸爸阿姨，阿姨喜欢你。倩倩，倩倩，你都把孩子吓着了，哎，快起来，起来，你把孩子，走开。这么多年了，一直虚伪的活着，你不累吗？倩倩，你是怎么了？是不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？我是不开心，我最大的不开心就是认识了你。倩倩，你喝了多少酒？别打岔。是，是不懂，像你这么自私的女人，怎么会理解别人的感受？你知不知道，这么多年。每次只有这里疼的时候，才知道要庆幸自己还活着。你干嘛？要可怜我？啊？我不需要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靠着你们叶家的同情和怜悯活着。难道现在，我还要靠你们叶家的怜悯和同情换取那么一点点爱吗？啊！我不需要。妈妈，你让他走。心里好难受的，啊，阿姨爱你。你放开我，爸爸。陈小姐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老公，快送他回去吧。好，放心吧，兄弟。哎，小心。妈妈，好像是那个老巫婆的。上车！我不上，我不上！你疯了吗？这是我家门口，你还闹什么？看到就看到，我妈妈！求你了，你抱抱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抱抱我，我难受。我知道，去那儿抱抱。我好难受，我求你。电视，还不去睡觉？我还没吃饭呢。哦，妈妈去给你做。妈妈，饭不是已经做好了吗？哦，快来吃吧。你还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？你说时机不对，时机不对，难道不明白吗？时机，时机！如果你想说，任何时候都是时机。我们已经忍了很久了，难道你要逞一时之快？这样对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忍忍忍忍忍！你还要让我忍到什么时候，石头头？我快崩溃了，我快崩溃了。
你总是这样子。芊芊，你相信我，再等等好吗？我不等，我不想再等了，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，我不想。我知道你很难，你相信我好吗？你才是我的最爱。只是现在时机不对，时机对了之后，我一定告诉他，我一定告诉他。别骗我了，别骗我，别骗我了！你只会欺负我，你除了欺负我还能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去欺负他？倩倩，我也很难受，你要相信我。你如果真的爱我，那你今天就别走了，你就别走，你别走，我求求你了。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还在意大利，你还是一名兼职的翻译，你穿得很漂亮，一点都不像是打工的。大家累的时候你就躲在一边，那么的安静，那么温柔，直到有一天我肚子饿了，出去买东西吃，看到坐在台阶上的你，手里拿着块干面包，看你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。小时候我家很穷，真的很穷，我妈经常去邻居家捡一些剩菜剩饭回来喂我。突然我觉得你就是我，我心疼你，我想靠近你。你不仅仅是我世界上的最爱，你是我的哥们，你是我的大腿，这件事情他会怎么想？别担心，我会当一个好妈妈的。
得回去了，要不然她就怀疑我了。送送我好吗？走了。嗯。早点休息。嗯。是否有大灰狼？当太阳下山岗，我要赶回家，同妈妈一同进入甜蜜梦乡。妈妈，我唱的好听吗？好，妞妞唱的真好听。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妈妈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烫呀？妈妈没事儿，吃点药就好了啊。嗯。哎，燕儿啊，看以前啊，我还想住在城里，可现在呢，我觉得乡下好。那乡下空气又好，又干净啊。哎，跟你婆婆说，那地留着，看离我们多近，多好啊。她说了，让我十天半个月就去一回，拿点这些新鲜蔬菜回来，这全是绿色的，健康。都是好人。静怡，你来看，我们从王艳婆婆那儿拿的新鲜蔬菜。怎么不理人呢？王总，叶小宝这样节俭，我看他不把他们家公司赔个精光，他不肯罢休。小声点，明玉，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。如果他垮了，公司就垮了，到时候我们能得到什么？什么都得不到。来，尽量帮帮他。行，我明白了。喂，妈。儿子，你是不是和他又吵架了？没有啊。他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不对了。啊，今天突然出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
放心吧，妈，一会儿我给静怡打个电话。啊，好吧。嗯。进来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觉得叶静怡有点不太对劲。刚才我给她打电话，她也没接。她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倩倩，你仔细回想一下，昨天晚上有没有破绽？现在才是最关键的时候。好吧，熬过这段时间我们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一会儿于金找我打球。于金？他找你干什么？谁知道呢，这个老狐狸，我去会会他。喂，小宝，你姐还好吧？好，这么关心我姐。说什么呢，那天我不是去你家，他婆婆误会了吗？我说用不用解释一下？我解释过了，没事。真没事？这样吧，我把我姐电话发给你，然后你自己问问他啊。哎哎，不用不用。是谁说真心相爱不必朝夕相守，忍受你给的寂寞，无怨无悔为你守候。他是否天真如我，相信你的永久，给你最多的自由，任你随将感情挥霍。不要再给我承诺，你已经将我伤透，心碎的太彻底，面对明天如何继续，不必再说你爱我。如果爱不能长久，我不要一时的快乐，只希望真实的拥有已足够。你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有股女人香水的味道。你别生气了，随便这么一说。静，静，你开门啊！谈什么谈？哎，静怡，没事吧？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跟泼妇一样。他对我真的很好，我让他干什么，他就干什么。他的妻子一定想不到，他老公会这么听话吧？进来。这是这个月的销售表，成绩还不错。嗯，忙吗？喂，叶静怡，
我于清江。啊，你在医院？叶静怡，你怎么了？发烧。你是他家属吗？哦，大夫，您过来一下。他要紧吗？他好像受了什么刺激，又因为疲劳引起的脱水。需要住院吗？看情况吧，不行就住院观察一天。哦，那我去办住院手续。啊，谢谢您啊。于清江，过来。大夫说可能要住院一天。不用了，就是发烧，输完液就送我回家吧。行，你先休息吧。打球有时候跟人生一样，当你觉得万事俱备的时候，吹来的却是西风，万事变成了无事。万事皆有定律，一切随缘吧。古人说不能坐享其成，而且犹豫不决也不是君子之道。于董，你现在这话越来越高深了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同道而谋。你是指叶氏集团？你放心，我不会逼你，你的岳父会逼你，你的房地产投资我会介入，就算你欠我一个人情吧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还想当董事长，我也会助你一臂之力，就算你多欠我一个人情。好球，那就谢谢于董了。妈，你再给我洗个梨。哼，你呀，整天就知道吃，别人还减肥呢，你到时候你不怕你老公不要你？哎，记得吃药啊。谢谢你。啊，赶紧回去吧。吧，我赶紧去给你热点吃的，好不好？嫂子，还有妈妈从乡下拿来的蔬菜可新鲜了，一会儿做给你吃。燕子，他是不是疯了？没疯，这个我有经验，他失恋了。你别胡说，他是你嫂子，不是你妹妹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去。静怡，来喝点水。嫂子。啊，静怡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嗨，有事儿是跟我说。自从你嫁到我们王家呀，我就把你当亲闺女一样。有什么事儿跟我说，妈给你做主啊！对，还我呢。妈，我没事。是不是刚才那小子欺负你了？就是给你开车那个小子。妈，那个真的是小宝的朋友。啊，我知道，知道，我知道。嗯，静怡啊，王静最近呢工作太忙了，没有及时的关心你。我呢，又没什么文化。就知道跟那些老太太瞎聊天，也没怎么关心你。这样，等王俊回来，我好好跟他谈谈，好不好？行了，妈，你不说你就说一句嘛，这都说好几句了。我们先走走走走走走。嫂子，我们走了啊。嫂子，嫂子，哎，嫂子，嫂子，哎呀妈，嫂子晕倒了。哎呀妈，你冲我叫什么？
就算你多欠了一点钱。喂，燕子，怎么了？嫂子在医院，你赶紧过来吧，她晕倒了。你说什么？我马上到。金姨，好点了吗？妈妈，你好点了吗？妈妈没事的。你吃饭了吗？没有。我出去买点吃的。对不起，妞妞。